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家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。我都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，难以放掉。我都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踢球去，走，江晨，踢球去。不去，就差你了。你说，咱们都做了半学期的同学了，你一次都没跟我一块玩过，你这意思吗？打你呢，磨磨唧唧跟谁聊呢？你说，你现在连咱班名字都没记全呢。踢一场球就熟了。哎，我听陈小希说，你原来拿过 VIP， 真的假的？什么 VIP？ 那叫 MVP。你要去踢球啊？我还有几道题想问问你。那我还踢球去吧。走嘞，走。走小希，一天不努力，你是不是就不舒服？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叫陈小希，我今年16岁，是一名高一的学生，我很喜欢唱歌。我会继续，请你准备好。我知道，现在公开恋情，会让很多粉丝朋友们难以接受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的男朋友江晨已经苦苦哀求我一年了，希望我能给他一个名分。我愿意。草啊，我练英语单词呢。他是不是疯了？我也觉得。我听说去年有个学姐，就是退步好多名，然后就疯了。无聊的 stupid 我喜欢你的嘴角，你的酒窝。江晨，你不是转学了吗？什么？就是他，说你转学去长沙了。对不起啊，你生气了？我不应该随便帮你转学，我要是帮你转学的话，我肯定会征求你的同意的，我会尊重你的。不对啊，你肯定不会转学的，对吧？你要是转学了，我怎么办？不不不，你不会转学的，
你连你妈那儿都不去呢，肯定的。我和你很熟吗？我转不转学，去不去我妈那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们谁带复读机了？你们谁带复读机了？哎，现在谁还用复读机呀？不都 MP3 了啊？陈小希，我用了。Escaping the solar system at a speed of 39,000 miles per hour of the speed of light. Workbook, Unit 1. Listening.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。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。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听你转。陈小希，陈小希。你没走掉，你走没走呢？听听不就知道了。我觉得唱挺好。怎么了？家里遭小偷了？哎呦，你爸的购物券不知掉哪儿了？没看见。小七，来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干嘛呀？这么严肃？我可没拿你购物券。我说你拿我购物券了吗？你这就是心虚，这说谎的孩子就是这样。爸，你说话可得讲证据啊。行，讲证据。我问你，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没有？出来没有？没。还骗人你！我看你这个谎话要说到什么时候？你们班主任老师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。你现在是无法无天的，整天骗人。你看这购物券。这购物券肯定是他弄丢的，我才不稀罕你的东西。让你们冤枉我，让你再冤枉我。小希啊，爸爸妈妈去听讲座了啊，早餐在桌子上呢，起来记得吃。哦，还有啊，桌上放的有钱，中午饭你自己出去买着吃吧，听话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管他了，自己不想吃，谁还能逼他？走了走了。
小希，孩子，哟，这早饭都没吃啊？嗯，小希，小希不在家。哎呦，这孩子不会是离家出走了吧？陈国伟，我女儿要是丢了，我跟你没完。江晨啊，你见我们家小希了吗？没有啊。昨天你叔叔埋怨他几句，这孩子一生气跑了，这手机都关着机呢。你说真急死人了，这去哪儿了？这是，哎，你要是见到他，赶快让他给阿姨打个电话啊。知道了，阿姨。都是你，真是的，还就现在还怪我有意思吗你？那赶紧找，走走走走。我想报个名，姓名是什么呀？陈小希。下一个3635。嗯，3635。这儿这儿，导演，我在这儿。陈小希是吗？嗯。走，跟我走。你好，小妹妹，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叫陈小希，今年16岁。您讲话结巴。嗯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有点紧张。喜欢唱歌啊？嗯，挺喜欢的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春雨准备好。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。好了，我喜欢你，下去吧，就这样。老师，我太紧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会唱得更好。没有借口好吗？下去吧。老师，我平时在家唱歌不是这样的。行了，小姑娘，下去吧，我们还赶时间呢。我还有话想说。36736号，粤语圈在吗？老师，我还有话要说。
下次你离家出走，千万别告诉我你去哪儿。可是我只背过你的阿母。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。可我手机没电了。他说一会儿来接我们。那个，张震，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你要干嘛？我饿。走吧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洗个脸。嗯。我去上厕所。啊。吃完了。嗯，但是还能再吃一碗。服务员，先生您好。再来一碗炒饭。好的。大份的。好的。不是啦，我一天都没吃饭了。我其实平常饭量没这么大的。也就是李威的一半吧。李威是谁？没谁了，他不重要。不过他吃的比我多。我们去哪儿啊？这离高速出口近，我们一会儿在这等你爸妈。方向感真好，不愧是我人生的指南针。对了，你刚刚是坐大巴车来的吗？我也是，瞧瞧。哎，你猜我在大巴车上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只鸡，活的，会打鸣的那种。能安静点儿。哦。可是江晨，你喜欢看超女这种比赛啊？我看了一下其他参赛的人，就有一个叫叶一茜的还不错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其他人都不行。我还看见一个女的，头发上染了七种颜色，耳朵上打了八个耳洞。哎，你看我打个耳洞行不行？你看何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我打耳洞？没想到你管得那么严。我说我不喜欢看超女。啊？走快点。快什么快，多跟我待会儿不好吗？走快点啊。我脚疼。怎么了？刚刚跳舞的时候扭到了，现在特别疼。我们在这坐着休息一会儿可以吗？随便你。
过了青年路第一个路口直走，我们已经在这儿了。好，你说我爸还生不生我气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想跟我们急死是吧？你跑这么远遇到坏人怎么办？啊！哎，跟爸爸妈妈置什么气呢？还离家出走，多大的人了，这么不懂事儿！别说了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购物券不是我丢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了。但是考试的事总是你不对吧？你说你考得不好没关系，你总不能骗爸爸妈妈，对吧？哎呀，怎么永远长不大呀？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儿就好了。今天啊，真是谢谢你，小西今天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今天的你对我爱搭不理，明天的我还来找你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一个男生，我答应过他会把这首歌唱给他听，我想对他说，我喜欢他。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，变出你和我对话，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，哪里会让我停下？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，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你明白呀？告诉我这是梦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，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转放不下，满腹辛劳，满喉喑哑，初心燃一路芳华。告诉我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，梦里所有磨难开
在哪里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